各位的到来，谢谢，也预祝我们的活动一切顺利。好，谢谢，请这边步入我们的内场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届金坛奖入围影片《乔一乔》剧组的各位主创，有请导演宋信奇，主演。请各位到中间点，我们一起来和刘念留下今天这个珍贵的瞬间。来，我们可以站得紧凑一些啊，站得紧凑一些。好，谢谢。好，站得紧凑一些，我也松下。有请各位在我们今天的主题背板上留下自己的签名。第十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，欢迎各位。来，请各位到中间点，我们一起来和刘念留下今天这个珍贵的瞬间。来，我们可以站得紧凑一些啊，站得紧凑一些。好，谢谢。左边一点镜头，好，左边这边看一下。好，谢谢。你的签名，第十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，欢迎各位。来，请各位到。看一下，谢谢金坛奖入围影片《乔一乔》剧组的各位主创，有请。